是温暖你我的心。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因为这个诸位菩萨啊，他是来从的位置来显，这叫即位菩萨状，即位菩萨啊，每一位的都不同，这就讲行部了，讲行部了啊，地位不同嘛，就讲行部了，地位不同，度生的所行的法门也不同。调化众生的教化的方法也不同，所严谨的道场刹度也不同，或者一地一度度，一地就出地，行一度是波罗罗，或者行着慈悲，或者行着布施，各个不同，这一个是总说，以下九个就是别说。这显得调声的次第，调声的方法，来度众生的所有的教化，云海光离垢障菩萨摩诃萨，得念念中普入法界差别。得这么一个解脱，到了差别的地，差别不同的，说转法轮的时候，圆满遍住的转法轮，自生宝髻菩萨摩诃萨得不可思议劫，与一切众生前现清净大功德解脱门，与不可思议的劫是实践。一切众生前是所度的众生，演说的法是清净大功德，就是示现灭一切众生的惑，灭一切众生的惑疑惑，功德自在王净光菩萨摩诃萨得普见十方一切菩萨出意道场时种种庄严解脱门，出意道场，这个意思就是所有的一切道场，言一切道场，言一切场坏聚会的菩萨聚会的处所都使得严禁，善容猛莲花吉菩萨摩诃萨得随众生的根解，普为显示一些佛法解脱，把这个根和解形容着像海一样的，这个海大家以后知道，在华严经都是加个海字什么呢？形容词，说这个法呀甚深的，甚广的。这个含义，孩子是比方的意思啊。随众生的机来说法，以什么来随机呢？以法来随机。随众生机，应以合法得度者，就给他说什么法。普自云日闯菩萨摩诃萨得成就如永住无量劫的解脱门，这个呢为众生故永在世间，
那么说释迦牟尼佛入涅槃是不是还在世间呢？入涅槃是一个相，是个涅槃相，让你知道佛从成道到入涅槃，八相成道的意思。我说涅槃了，是在用这个涅槃法来度众生。涅槃法是不生不灭的，既然不生不灭的，还有什么离开吗？没有离开了，释迦牟尼佛还在世间，不过不是释迦牟尼的相，他随缘。大家这样来理解，释迦牟尼佛在印度，如果你到印度去参观圣地的时候，你知道释迦牟尼佛走的没好远，就是恒河两岸，就像我们中国的孔子，我经常是孔子吧，儒教的教化的周游列国，他那时候的列国呀很小很小，河南河北山西山东，他出生在山东，他连长江都没过过呀，陕西都没到过呀，是吧？孔子孔夫子一生没入秦，陕西是秦国，他走的地方很少，后来家这么一说那就大了。释迦牟尼佛也入世了，释迦佛在印度走的地方并不多，但是法身化身，这个释迦牟尼佛是化身，化身的化身那就远了。人有智慧没智慧，释迦牟尼佛有智慧没智慧，说法话说环境有智慧没智慧，释迦牟尼佛没到中国呀，他也不知道五台山，他也不知道福殿自提山呢，但是他演华经的华严住处篇就是东方有果，名曰震旦，其度有山，号曰清凉。他那时候三千年前他就知道这是清凉山，清凉山文殊菩萨住的地方，这地方殊胜的不得了，到什么程度，每天有一万菩萨舀清凉，咱们见到了吗？我跟人开玩笑，这一万菩萨，我们现在这个五台山有一万个和尚没有？连比丘尼、比丘有没有？就是这一万个人舀清凉的，住在清凉里头舀清凉的。菩萨的意思什么含义啊？觉有情嘛，自己明白了，信佛了，让一切众生都信佛，别说太深了。我们现在打一个千佛共生了，打个千圣赞，也不才一千多个人嘛，还没到一万呢，还不够数，不够数怎么办呢？说草三十都可以算上，接上说一报正报都可以，你应当入世理解呀，你算有信心了。对，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还有一个处，福建义德地区有个自提山铁冠菩萨。那我在福建的时候，有人问我说，是那个铁冠菩萨怎么好像不如观世音菩萨啊？观普陀山的游客那么多，我说你看的是现象，不是本子，不是本子。是啊，铁冠菩萨自第三上道路也不通，游客也很少，住的和尚嘛现在不都不错了，有二三十个人，过去只有几个师父守着那个庙，
也叫华严寺，叫华严寺。这是咱们的凡夫，这业障眼所看的问题，实际不是这样子的，实际不是这样子呀。今天我们看五台山，也入山。现在我们学了《华严经》了，你把你这个脑壳放大一点，心量放大一点，想的多一点，可不是想烦恼啊。我们把烦恼变成菩提就好了。我们的烦恼想的可太多了，一天，从早上到晚上，那脑子活动的很局限，局限在什么里头呢？贪嗔痴。把它放大一点，是吧？咱们经常说，眼光看远一点。啊，我们现生所说的眼光看远点，也就是当生了，也是百十来年的事儿了。这个可不是，华经所告诉你的看，你听听吧，就是不用说讲解了，你听听这个经文，它文字怎么组合的？它这文字组合显的道理是什么道理？你知道了，说言道场，一切道场本来就是清净的，本来都是严净的。如果你们到了那个普光明殿，普光明殿，那佛说华严经在那说三次，说是不是咱们这个普陀寺的普光明殿呢？也可以说是吧。啊，也可不是，实际上呢，究竟是不是？对，要你去参。对，这个普光明太小了，嗨，比微尘大得多。咱们就这个普光明那个殿头有好多微尘，你能数得过来吗？你的智慧能看见普光明殿里有好多微尘？要这样来理解了。这样来理解了啊，在理上可以顿悟，可以理解成佛。这只是理呀。如果是你成了理来成事，在事上也入事了。咱没修成，没修成，咱们可以想啊。佛的功德无量，我们也可跟佛比呀，拿什么比？拿烦恼比呀，我们的烦恼也无量。对，这是两极端，一个烦恼无量，一个功德无量。烦恼无量叫众生，你这个众生啊，是烦恼合成的，所以无量的烦恼集中在你一身呢。对。说你翻过来了，烦恼即菩提，烦恼即菩提，也没有烦恼可断，也没有菩提可成，这把它翻过来了，烦恼即菩提，那也无量。你翻过来时候，那就是无边的幸福，无边的福德，无边的智慧。翻不过来的时候了，那就是烦恼还是烦恼，障碍还是障碍。如果你脑子里经常这样想啊，这个想法，这就惯，这个想，这个惯，就是智慧，就叫智慧。那观成功了，这就是烦恼即菩提了。菩提就是烦恼，烦恼就是菩提，二而不二，因为它的体呀，只是一个一真法界，事有千差，理无二字，在事上是千差万别的，在理上只是一个，实法界没有，纯粹是理，纯粹是理，在事上不同啊。所以严净道场普庄严会场也入世了，也入世了。